这很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吃 clay pot， 我真的好久没吃了。那红咖喱粉，那我吃这个好了。就是这个也很有名哎。就是我这一个呢。哦，我们赢了。为什么大家都在欢呼呢？因为世界杯。对。用打架方式去处理，就是去。现在应该不会再。再次。对，我觉得边宣传，然后顺便也是可以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文化。重复那一句，重复那一句，一二三。我觉得当一还蛮好的，就是能够边旅游，哎，不是，对，我觉得能够边就是。那是一二三，开动啦！开动啊，吃东西啊！